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 ，Happy New Year！明年我们即将开启花莲特资，大家都可以在花莲找到属于你喜欢的频率，不管在悲伤、难过、快乐、开心的时候，都可以来到花莲，跟花莲一起分享你心中的喜悦、难过。花莲会给你满满的力量，让你找到再出发。是的，今天呢、看到我们花莲的天空亮起来，是不是跟你旁边团队来抱一下，新年快乐！花莲是大家最温暖的家，欢迎大家来到花莲，找到属于自己的频率。特资，花莲的城市品牌，要谢谢大家。同时呢，花莲一年365天，天天都幸福，天天都是好日。难过的时候，开心的时候，都到。谢谢我们在这个地球上，在这个城市上的32万6000名的家人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哇哇，火树银花照亮花莲的天空，谢谢所有最亲爱的家人，谢谢来自全国的好朋友，莅临美丽的花莲，城市幸福花莲，到五个季，到永续是花莲的日常，花莲走向世界，世界走进花莲。那我们今天开始，我们花莲的城市品牌赫兹来到花莲，找到自己的频率，让你开心的时候可以 relax。 欢迎大家时时刻刻到花莲来，找到属于自己舒服的频率。在花莲有很多很多精彩的元素，包括山、海、日、石，在每一个角落都可以找到你喜欢的东西，而每一个世间万物都有属于它的频率，只要你找到了，就可以跟它产生共振，然后让你心情可以转换，让你的所有的能量都可以因为花莲得到正面积极，让大家可以来到花莲找到充电的能量，再回到自己的故乡再出发。怎么说，花莲是大家永远的家，每天都欢迎大家来到花莲。